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上，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。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.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。2009年至2016年，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，中方连续8年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作出特殊安排。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，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，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。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，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中方作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，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，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。上百个国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，这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、大势所趋，也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上秉持正义立场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，推行台独分裂绝不会得逞。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、打台湾牌、搞政治操弄的图谋，都注定以失败告终。